11楼，请你代收。我来之前有打电话问了，不好意思。哦，高温。龟虽街97巷10号，
喂，包裹，在你们家一楼的门口，你可能，我要一个车。我要送到你们家，一定要麻烦你们收一下。对啊，不过你可能要出来帮我开个门，因为我出来外面用个车。货品在你们家门口啊，现在我人在外面，因为刚才有人要路过那条，我出来。有，开门了，开门了。帮我签收一下。对啊，这里啊，你们不是在大楼里面吗？有啊，在转啊，我在门，你有听到吗？你好，陈善清是你们家吗？陈善清是你们家这边的。我们去。承德路二段155巷二弄二号。
又有五楼吗？喂，你好，李自如的包裹。你们承德路那边有人哦，还是你们在家？今天有人哦，好，知道了。因为我想要按门铃啊。对啊，我在楼下啊。因为我想要找不到门铃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。OK， 好，我上去，拜拜。拜拜。重庆北路二段57巷15号。
国内人。警卫不在。